你相信喝了这个奶昔，你会死掉吗？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Alright, I got this Grimace shake. Got it straight from McDonald's. Happy birthday, Grimace. We're gonna try this. And you can just cut that shit real. Bro, this shit's not even that bad. Like, I think those TikTok videos are like fake. 这是美国最近的都市传说。为了庆祝奶昔大哥生日，麦当劳特地推出了一款 Grimace shake， 奶昔大哥奶昔。据说喝了这个会死掉，你知道吗？我才不信。这其实是美国抖音最近流行的话题，喝了奶昔就会死。开玩笑，之前做那么多奇怪料理我都没事了，但为了了解真相，所以我决定自己做一杯。根据国外影片，奶昔跟奶昔的做法很简单，只需要五样食材：蓝莓、覆盆莓、冰淇淋、牛奶跟鲜奶油。究竟这么普通的一款饮料，是如何让人们陷入疯狂的呢？让我来一探究竟。哎，嗨，我现在在 Costco， 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在 Costco 买四种材料。第一个是牛奶、蓝莓，还有小红莓，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在卖，因为最近毒莓果很时间很红。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冰淇淋，耶、yeah ！卡斯多的冰淇淋最棒了。Grimace Shake 是以蓝莓为基底的饮料，为了尽量还原，所以必须选用新鲜蓝莓，而不是冷冻的。哦，找到蓝莓了，还有覆盆子，对，刚才讲错了，其实是覆盆子，不是小红莓。And 还有什么？我们还差牛奶跟。牛奶跟什么冰淇淋？好，走走走。哦，这摇多人了。你为什么要拿豆腐？哦，其实要加在奶昔里啊。加奶昔里？我开玩笑，这是我开玩笑，这是我爸要买的。在之后购买的途中，原本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的我们，却开始接二连三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我现在在 Costco 已经买完五样神秘食材中的四样神秘食材了。现在我们要去全联买。哦，他干嘛冲我？哎，我靠，身上的奶昔哥，干得怪菜哦，傻小。在简单处理完饥饿之后，我们就出发前往全联，去购买剩下所需要的食材。但不知道是不是离目标越靠近，诅咒就越加强大。为什么 Costco 的牛奶一定要买两杯啊？两杯。对，我刚买两，只买一杯，然后被退。对，我们现在等下去全联买，再看到我吗？就很暗。哦，好，所以我们等下去全联买牛奶加上面那个卷打泡的奶，那叫什么？鲜奶油。对，鲜奶油，对。好，靠杯是三小。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是从哪来的。于是我便下车查看。那什么东西？等一下来看一下。谁他妈贴这种好东西在我？三小，干他妈的！买？那你确定要买吗？哇，你怕了？你要拍哦？哇，不用怕了，奶昔哥来了，得把它喝掉。像那个像挤那个泡，对对对，没有 ，sorry 没有 ，sorry 谢谢。啊，那没有怎么办？那你要去别的地方找。还是没差啊，应该没差吧？反正只是上面的配料而已。OK 啦。鲜奶油没卖，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但接下来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干，这个冰淇淋不知道会不会融化。这放超久。好，算了。你先上车吧。OK。
是什么？哎，这里好多奇怪的东西耶。这到底什么啊？整个车都是谁贴的？哎，我真的觉得不太妙哎。哎呦，诅咒吗？你确定要拍吗？拍呀，我的东西都买了。诅咒哦！你看，整个车都是哎，什么鬼啊？冰淇淋看你，喂，好酸。这直接变奶昔耶，好恶心哦！等一下，因为冰淇淋融化的关系，所以我们决定晚点再进行拍摄。这奶昔跟奶昔的成分。It was a gloomy day in McDonaldland. No Coke, no shakes. Because the evil Grimace had grabbed all the cups. Where's the Coke? Where are the shakes? Thinking quickly, Ronald disguised himself as a mailman and... A special delivery for E. Grimace.Oh my! I've been picked for the McDonaldland Beauty Contest! Discovered at last! Picking his nicest swimsuit, off he went. Now let's get these cups back to McDonald's so we can have some triple thick shakes and icy cold Coca-Cola. I'm ready! Where's the contest? McDonaldland by McDonald's.